怎么又有这个又高啊？古代和现代的少年们需各派一名少年爬上绳子取得数字，并根据数字以及运算符号进行超时空运算，最终得出的结果就是打开宝盒的密码。宝盒中藏有穿越回现代的方法。喝口东鹏特饮啊！年轻就要醒着拼。 来吧，我们要开始了，你们随时保持联系，都看着手机啊。哎，小董，我想看你爬到最上面。我站着我都怕高。<笑>我们谁爬？我爬吧，我来爬。哎，我就干体力活吧。哎。 42，42，我们第一个是42，第一个是42，第42，那我开始了啊！哎呦我！哦，他们的数字乘以11，42乘11，加一个，加368，加368。 除五，83075，55，对，然后166，第三个，第三个等会儿啊，小凯在撕，小心啊，小凯，乘9，第三个是乘9，1494，来吧，加油，干！哎呀！ 减4，好，1490，除以2，第四个是除以2，除2，加295，1045，小心啊，小凯。 6，6240，加油！减4，73，5767，767 ，OK， 5767是吧？ 嗯，月光宝盒，五板，这么一带啊！哎，这样我们是不是能回到未来了？我都不想回去了啊！那你留着吧，那我们是不是能回到未来了？这是咱们俩，是不是念个咒语？东鹏特饮，年轻就要醒着拼 ，OPPO R7， 喜马拉雅播放，面膜，上。